话还没说完。在广东，号称九十九楼，房子多，一场兵变全没了，幸好年少学拳，否则连个吃饭的本事都没有。我给霍川当保镖，南洋浪荡十三年。四十岁，海上就待不住了，回了家才不心慌。家里房产不是毁了，就是给人霸占，费大力要回一栋老楼。从这楼起，我要重振家业。但去问师傅的事，我没给家人尽过责，也没给师傅尽过责。因为拳法扬名，成败都快了，你想先报师恩再成家业。耽搁久了，那栋老楼又会给人霸占，我一定回广东。没说过留你。